请问你是利用狐狸的抑郁症而囚禁狐狸吗？狐狸是相信了你的谎言才跟你在一起的。请你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好吗？请你这边回来一下吗？请让一下。你要回来一下吗？请让一下。回来一下。你再说一下吧。是不是你囚禁了狐狸？你是人工智能，但是你已经拥有了自己选择的情感和记忆，和正常的人没有区别。你有选择的自由，守护你想守护的人。你的故障我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，需要的只是时间。我是狐狸，我还活着，世纪念救了我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陪着我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是我最想守护的人。